请掀开经本第三十面，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看起。佛有无量诸方神，所谓遍诸一切诸方神，普现光明诸方神，光行庄严诸方神，周行博爱诸方神，永断迷惑诸方神，普游净空诸方神，大云传音诸方神。昨天我们讲到第六位第六尊菩萨，今天我们接着从大云传音看起啊。经文呢，从开端一直到现在，都是介绍法会参与的大众。这个法会太大了，所以佛在此地为我们介绍的方式，采取团体，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来介绍。那么全经总共有200多个团体，那么这是初会啊，一类的神众。这个地方说的是诸方神。那因为今天有一些同学初次来参加，我们简单的把诸方神这个意思做一个简略的介绍。方，我们现在讲方面，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时代。主是主导的意思，凡是在社会上能够主导一方面，主导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人物，就称之为诸方神。或是在学术，或是在科学技术，乃至于工业商业，甚至于政治军事。那么这是各个行业里面的杰出的人物，对于一个地区或者对世界，对于这一个时代有很大影响力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诸方神里面的范围非常之广。经里面所讲的是神众无论讲哪个团体，实实在在讲都是说的我们社会各行各业，都是讲的我们自己本人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如果不能落实到自己，那这个经啊就没有意义了。我们学了跟我们自己不相干，学了之后还有什么用处？字字句句都跟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，那这个经对我们就非常有价值，非常有必要，可以说是人生必读书不能不学的。那么这也正是明初
欧阳靖吴先生所说的。佛法，他说佛法非宗教，非哲学，而为今世所必须。这今世现代，现代人所必须要学习的，不能不学习，我们才知道这个课程的重要。那么在一切经里面，尤其是华严，这个诸方神的意思简略就介绍到此地。今天我们看第七尊大云传音诸方神，名号只有四个字。我们看这四个字里面呢，它表法的意思，着重呢在音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讲经说法了，以音声为佛事。楞严会上，文殊菩萨为我们选择法门。那么楞严也是从纲领上来说的，由25位菩萨做代表，那么代表是25类的法门。这个25类怎么来的呢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这36就18了。后面再加上7大，这就变成25了。这个25类将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无量的法门，都包括进，所以每一类里面都包括了许许多多法门，这是25类。那么哪一类法门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？这个最后啊，文殊菩萨来替我们选择。他老人家有2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6根当中是耳根最利，所以以音声为教体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的讲经说法49年，方式完全是讲解说听的，当时没有记录，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讲义发给大家，完全是印证。那么在中国几乎同一个时代，中国也出现了一位大教育家，孔子。孔子那个时候教学也是用言语，也没有书本，也没有讲义。你看在中国，在印度啊，都是以音声为教体，为教学最重要的一个手段。所以这个这一句
德号里面呢，这说是因呢。这个话我们能够相信。虽然有能力、有智慧主导一方的接触的人物，他一定经常不断的演说，发表他的理想，他的理念，他的做法，他的成就，以及对社会大众的利益，他一定要说。在现在呢，不断他要说，而且他还要写成书本，来教导一切大众。那么这个手段在我们这个世界始终啊是居于最重要的一种。我们在这一类团体里面能够体会到这个方式非常重要啊。可是菩萨在这里教给我们，这个因啊，要与大云床相应。这里讲了三个字啊，这个大就是自信，性体本经经体就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就大在此地是代表真如本性的离体，要有大相应，大而无外啊。第二个要与云相应。云是什么意思？云是无助啊。云表非有非无。这个字在佛经里面用得非常非常之多，它代表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。你看云彩，远看有啊，一朵一朵的。现在你们出国去旅行，乘上飞机飞上去，找不到云啊，找不到啊。那么云跟床合起来啊，就是前面跟诸位报告的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性。云是无住啊，床是表身心啊。那么你懂得这个原则，你当然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当中，你在哪一界里面工作，你当然可以主导一方。为什么呢？你所做的是菩萨事业嘛，你所做的那就叫菩萨行嘛。你本身呢就是菩萨的身份嘛。你如果是商人，
你是商人菩萨，你是工人，你是工人菩萨，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，你都是名副其实菩萨身份。那么再说回头来，你们诸位出家的同学，你要能够学会了，你是出家比丘菩萨吗？你是出家的菩萨吗？你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你的起心动念啊，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你不是为自身着想，不是为自己小庙着想，也不是为我这个小团体着想，你那个想法不大了，那不是大了，你的想法都是虚空法界。我们要帮助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成佛成菩萨，帮助他普度一切众生，这个念头啊，与大就相应。虽然有这个心愿，也有这个行动，不能说有愿没有行，那不能成就。愿跟行是不能分离的，一定是以愿导行，以行见愿，实践你的愿望。全心全力我们去做，做的时候要不着相，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好，把大运传音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，要是应用到各种行业，都是最好的标准，都是最完美的原则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会用啊，会用啊，你就是会学会修，果然会了，你就是大云传音诸法身。华严会上每一尊神都是诸佛如来化身的，他不是普通神众啊，诸佛普来如来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。那么他是人，人我们也称他为神。为什么称他为神呢？他的智慧超人，能力超人，善巧方便超越常人，我们讲这人很神气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。再看下面第八尊，极目无乱诸方神，
这全段经文的意思啊，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。每一个名号里面的含义都是教导我们的。我们要怎样修学才能够领导一方，才能够影响大众。句句话里面都是世尊智慧慈悲的教诲，所以每一句都要细心体会。极这一个字在此地是代表高，古时候缩头啊，极是头顶上最高的部分，表高的意思。目是眼目，无乱我们就晓得了，这表的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智慧之眼啊！我们今天讲见解高明啊，有智慧，有见解。那么从一个眼，你一定要联想到他眼聪啊，聪明的，耳也聪明，耳聪目明，他才能够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唯有他看得清楚，看得明了，看到一切众生病缘之所在，那么他的教化才能产生功效。特别是三界六道，众生苦难无边啊！这些苦从哪里来的？什么原因发生的？菩萨对于其中的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，世间纵有再多的诱惑，菩萨在其中啊，始终能保持住啊。不乱，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动乱，这个是高度的定功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是高度的智慧。他才能成就事业。他教化众生才能对症下药。这其中
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说的很多，佛讲一切众生的病根，可以说是他老人家一生之中49年说的不止万遍的，这是常言说得好，千言万语啊，反复的叮咛，慈悲到了基础啊。病根就在贪嗔痴啊，就三毒烦恼。贪嗔痴在归纳一个字，贪。贪不到才嗔恨嘛。如果一切都贪到了，他欢喜他就不会嗔恚了吧。嗔恚还是从贪生起来的。愚痴也从贪生起来的。贪是总根啊。哪一个不贪呢？他要不贪，他绝对不会到六道来。甚至于可以说，真正没有贪心的，不但不会堕六道啊，十法界他也不会来。他住一真法界，他不住十法界。所以贪是祸根呐，几个人知道？几个人明了？每一个人都把这个贪呢，以为是好事。爱主不肯舍离呀。佛清楚，佛明白。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我们现在为什么成不了佛？就是因为有这个病根。这个病根要拔掉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佛没有贪心的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还有，佛是完全没有了。这些声闻缘觉菩萨这都圣人了。他们那个贪的意念很微薄，六道凡夫这个贪心浓厚啊，最严重的这是三恶道啊。我们修行修什么？远离贪心而已啊，放下贪心而已啊，你就不乱了。佛是千言万语的叮咛，我们也听懂了，也听明白了，听了也点头了，可是还是会贪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我们自己
做不了主宰。什么人做主宰呢？贪做主宰。我们的命运呢，就被贪嗔痴主宰了，被贪嗔痴所转了。你怎么会不堕三恶道？你死了怎么会不做鬼呢？像人死了都做鬼吗？为什么做鬼呢？贪心变魔鬼。这个大家晓得，佛经常说啊，嗔恚心是地狱，愚痴心是畜生，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呐。我们贪嗔痴的意念还这么重，你怎么不懂恶道？要求啊，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佛经上讲的无住卧室啊，现在这个住卧到了极处啊，不是普通的住卧啊，住就是污染啊。诸位想想，今天地球环境生态的污染，我们的饮食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说，我们现在三餐不是在吃饭，是在服毒啊。你看世间人吃的肉食，那个肉有毒啊。我在台湾讲经，那边同学告诉我，台湾现在这个猪啊，五个月就杀了，五六个月就杀了，那个猪就长得很肥很胖了。为什么？天天打针，天天打了什么药进去，所以那个猪就长得很快，长得很胖啊。那个肉有毒啊，吃了得癌症啊。那个鸡是六个星期就杀了啊，所以这个肉不能吃啊，病从口入啊。吃素的人也不行，蔬菜有农药也是服毒啊。吃米，像米里面掺杂什么化学粉在里面，那个米是又漂亮啊，又好看啊，全是加了人工毒素在里头。喝水，听说水里面呢还有什么化学物质在这边是消毒，其实那不是消毒，在下毒。你才晓得这个污染到什么程度啊，这个浊到什么程度。那么再加上是精神的污染、思想的污染、见解的污染。佛讲这个浊卧讲的一点都不错，那个卧就是食物。你看这个社会一般人他所想他所做的，身造杀盗淫啊，口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，意贪嗔痴，这是卧啊。今天卧到极处了，浊到极处了，这个世界多可怕！所以有同修来问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讲的是生死大事。我告诉他，你话说错了，生死小事，不是大事。什么是大事呢？死生大事。
他说生死，我说死生。啊，生死从生到死就完了嘛，还有什么大事啊？死生就不一样了，死了以后你到哪里去生？这个大事啊！佛告诉我们，你死了之后啊，有十条路子走啊，十法界，你到哪一个法界？这个事情大了，你要明了，你自己要会选择。所以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社会，说实在话，随时都可以死，随处都可以死，不定什么灾难来了。你看每天这个新闻传播里头，都一堆一堆人就这么死去了。我们要看清楚，要看明白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这个就重要了。佛告诉我，最殊胜的选择当然是去做佛，这第一殊胜啊！做佛呢？最好的方法无过于持名念佛，其他的方法虽然好，那是在理上讲的，华严法华都说一生成佛，有几个人修华严修法华一生成佛的？没听说过啊，在经上只看到善财童子，以后没听说过了。法华经上也只看到一个农女成佛，也没听说哪一个一法华经成佛的。所以说理上讲得通啊，事上没见到。净土中待业往生，往生不退成佛，我们真看到了。自古至今呢，修这个法门成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，这个不是假的。怎样才能成功呢？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呢，一心就不乱了嘛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戒目无乱不妨生啊。你只要能做到一心不乱，你就行。你自己能成就，你必定能够影响一方。这一方人看到你的成就，看到你的好样子，个个都来学你，效法你。可是有一丝毫贪心，有一丝毫放不下，你就不能成就啊，你往生就没有把握啊，这个重要啊。真正讲往生有把握，万缘放下，随时放下，什么时候走都自在，都没有牵挂。别说阿弥陀佛的等了戒引你往生，佛我还有事情没办完呢，还等我一下了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一丝不挂了，没有牵挂的地方，你才能走得了啊。所以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。决定不要去计较。尤其我们学佛的人，学佛就学觉悟啊。
学明白，真正觉悟明白了，这世间所有一切法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这诸位都记得很清楚啊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有什么好计较？有什么好执着？从前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人家做的这个菜太咸了，弘一大师喝着，好好，咸菜好吃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如果你对饮食还有挑剔，还有讲求，你不可能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对这个世界还很执着啊，很留念的，你去不了啊。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天天叫你看破，叫你放下。啊，这个咸了，那个淡了，还放不下。你看你，你还能往生啊？你那个佛不叫白念吗？什么都好。如果自己要这样的，你就麻烦人了，你叫人为难了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到外面去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他总不能说你给我这个太咸了，我那个太淡了啊。佛托钵有没有跟人家说这些话呢？啊，我们今天怎么学的呢？所以诸位要记住啊，如果这是真正学佛的人，你端个东西还问他咸淡的时候骂他了，或者是考试考试他，看你还有没有分别之处。衣食住行全部讲究啊，还牵挂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所以真正学这个修学从哪去？就从生活当中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小事里面去修吧。修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打掉，一定要做到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欢喜。分别执着完全都没有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，你才能真正的长生欢喜心啊！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才不会被外境扰乱。所以修行这两个字总得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行就是生活行为，生活行为有错误，把错误的生活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千万不要误会，修行一定是每天念经、念佛、打坐、拜佛，这个叫修行。如果这些事情跟你的生活不能够相应，你没有修啊。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修行啊。这些方式就好比我们学校里面课堂里面上课。课堂里面学的东西踏进社会要会用啊，学以致用啊。我们在佛堂里面，在讲堂里面学了，离开讲堂，在生活上马上就用得上，学以致用，那叫做修行。
学了要是跟自己生活脱了节了，这不叫修行。你的思想行为还是照旧啊，一丝毫改善都没有啊。我们看看古来大德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我们应当要留意，要效法，要向他们学习。再看第九尊，普观事业诸法身，这个德号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大。普跟前面所说的意思相同，心量普啊，其心动念遍缘虚空法界，这个叫普啊。观观察，用智慧啊，事业是世界。华严经一开端啊，这第一品世主妙严品，我们在品题跟诸位介绍过，世主有三种。有情世主，诸天人王，社会各个阶层的领袖，有情世主啊，气世间主，经上所讲的这些神众，气世间主啊。第三类正觉世主，正觉世主啊，是如来。那么此地这个事，可以包括这三种世主。三种世间，他们造的是什么样的行业？那么由此可知，普观事业这四个字，把事出世间一正庄严全部都包括在其中，真正是一法都不漏啊。这个不但是要高度的智慧，实在讲要圆满的智慧啊，圆智才能够做得到啊。普通的智慧做不到。当然这个经里面我们都知道，这些与会大众都是诸佛如来，示现的身份，他们当然有这个能力，这是没问题的。
那么这桩事情是必须要具足，如果不具足，就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。四弘誓愿里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那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不通啊，无所不能。这个世间人赞美上帝，就宗教家赞美上帝，全知全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不是我们先前学的，可是落实在我们先前，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法？这个与个人发愿有很大的关系。就像古德经上也有，如果我们发愿先成就自己，自己成就之后再度众生。你发愿先度自己，先求往生，只知道听经念佛，其他的一切不闻不问。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有把握。你自度了，那么将广学多闻这个事情等待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，现在不学。这个是一类人，他的选择正确的。另外一类人呢，那是发的是菩提心，自己没有成就，先度众生。你要是发这个愿呢，那有一些东西你要尽量去学习。这个发愿呢，先度众生，自己后成佛道啊，两种人。一种讲经说法，属于这一类的。讲经说法是先度别人呢，后度自己。因为他要涉猎世出世间一切法。你那个经才讲得好啊，你才能讲得契机啊。你懂佛法，不懂世间法，契理不契机。懂世间法，不懂佛法，契机不契理。所以讲经世出世间法都要懂啊。实在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佛法。所以一个讲经的法师，不但在佛法里面，各个宗派性相显迷，你都要明了啊。世间所有一切学术，所有一切行业，也要懂得一些。
你才有方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，你才有能力替人家指路啊！那么这是一类人。第二一类人是发心临终护持道场，你也要懂事出世间法。出世间法你明了，你不会把方向搞错。你主持这个道场，领导道场，领导众生修学，这个路是正确的。你要懂得世间法，要懂得世间人情世故，这么多人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共修，每一个人这个思想观念啊，这个生活背景都不相同。你要对这些人要是不了解，你怎么能调和大众？叫大众在一块念佛，不生烦恼，常生欢喜心，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这大学问呢，不是简简单单的好做的。那么这一类人呢，是菩萨发心的，都是舍己为人，先别人后自己，菩萨发心。可是先为别人后为自己，自己也有个底线。这个底线是什么呢？决定的生净土。生净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，下下品往生也可以，也行。如果一昧帮助别人，别人往生做佛了，自己还搞六道轮回，还堕三恶道，那就错了了。所以自己有个底线，我决定往生，我往生品位很低没关系，希望大家品位都比我高，这菩萨发心。菩萨里面代表的地藏菩萨，不仅仅是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地藏菩萨的学生，多少人早就成佛了，他还在做菩萨。所以自己有个底线，这个是一定要知道。底线能不能得到呢？能得到。只要你心行，你天天读经嘛，天天在教理里面打转嘛，果然与经教相应呢就行。这往生就有把握。对世间法没有一丝毫留恋，还是一句老话，要真正放下，没有一丝毫留恋的，你就有把握往生了。那么诸位听了我这个说法，你是不是又怀疑了？平常你教我们一门深入，现在你又教我们什么都要学，那到底我们还是搞一门还是搞多门呢？现在大家还是要一门深入，决定不能搞多门。为什么呢？扎根嘛，
根本呢，一定是在一门。什么时候可以涉猎其他的这个经典，这个世间的典籍学问？古人的标准是五年，五年以后。这个很有道理。现在我们要求至少也要五年，先这个五年当中先定下来，五年里面呢万缘放下，所以这个五年呢，我们着重在根本之，着重在清净心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境界清净，五年学这个。清净心起作用就生智慧，智慧开了啊，涉猎一切境界很容易通达，不费什么力啊。你要看佛经啊，佛经随便翻翻就都懂了。一部佛经呢，看几页不必看完就懂了。那个速度很快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《六祖坛经》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，他学经啊，要别人把那个经念给他听啊。你看发达禅师到他那里去参学。发达学法华经，法华经念得很熟啊。发达到曹溪去参礼六祖，见了面，见到祖师那总是要下拜嘛，他那个拜下去的时候，头没着地，慧能大师看出来了，头没着地，头没着地什么？不恭敬，拜是拜了，傲慢，所以起来之后就问他了。你学什么的呀？好像你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啊。没错，他是值得骄傲。他念了十年的法华经。念了三千部法华经。值得骄傲啊。那法华经我们晓得很长啊，一天大概可以念一部啊。三千部差不多是十年。所以傲慢了，见到能大师头也不着地呀。那个大师问问他了，那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？他说不出来了，这是惭愧。这一考就考住了，考倒了。那么发达翻过头来的时候，像能大师请教，慧能大师说：“这个经我没有听人念过，你念给我听听。”他已经背得很熟了嘛，就从头念起，念到第二品方便品，慧能大师：“行啊，直直，不要再念了，我都懂得了。”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？你心地清净，智慧开了，一接触全都通了，后面哪里还要讲啊？不要讲了。你们大家要真正是有厉害的，有功夫的，
你听我讲《华严经》，讲到此地啊，全都通了，后头还要听吗？后面不要讲了，不要听了。这都是真的，都是事实。所以古德才说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所以我们今天用一部经扎根，希望这一部经能通，然后看一切经就不费力气了。所以我常讲啊，到以后你们讲经要不要准备呢？要准备。准备什么呢？看经上有没有生字，生字不能胡说八道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查清楚，查生字啊，还要查什么典故啊？他这个里头写名相典故，这个要查。那个意思的发挥，那是自由的，那就很自在了，不需要准备啊。你就会一切就通达，所以准备经呢，看看有没有生字，顶多把这个段落勾出来而已。你在讲台上为别人演说，自然就得心应手。如果我们这个根本没有成就，你一开头广学多闻，那非常非常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悟性。你那个广学多闻全凭记忆，你能够记得多少？年岁大了，记忆力退化了。困难就多了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靠记忆，靠开悟啊，悟性。这个里头理很深，事很复杂，不能够不懂，然后才知道我们应当怎样修学。你看四弘誓愿跟我们讲点修学的次第，无论是事法是佛法，第一个是要立志。世间人读书，这常说志不立了，你的用功啊，这功夫没有得力的地方。我们常讲的是用不上力，你的学问呢就不会成就。人一定要立志，在佛法里面讲发愿，愿引导你修行，愿是一个方向，是一个目标啊。所以佛先劝人发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不仅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做这种事情，生生世世尽未来季节我们就做这么一种事情。这一种事情诸佛如来所做的，一切菩萨所做的，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，那就是一生做这个事情。那么什么叫度？这一句里面众生无边，那个无边就是尽虚空别法界。你看这范围多大，与这个经上常讲的大字、普字相应啊。
没有界限，没有边际，要发这样大心，一切众生有情无情全都包括在其中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度是什么意思？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关怀、爱护、帮助。帮助的标准，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了生死，帮助他出三界，帮助他超越十法界，帮助他圆满成佛，那个度啊才叫圆满。众生没有成佛，你那个度就做得不圆满。他虽然成了菩萨了，菩萨还不行，还没毕业。就好比做父母照顾儿女，他念大学了，念研究所了，没有毕业，父母还是要照顾他，一直要照顾他毕业，他才能踏进社会，才能自立了。所以我们帮助众生，一定要帮助那个众生成佛。他现在在等觉菩萨还不行，还需要照顾他，还需要帮助他，那个度的标准在此地。如何才能做得到？一定先度自己，自己没度，要是去度别人，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！一定要先度自己，你才有能力度众生。那么我们也在大乘经上常常啊看到啊，佛说自己未度，先度众生呢，叫菩萨发心。那跟我刚才讲的不是又冲突了？又抵触了？没有抵触。佛讲的那个先度众生的，这个后度自己，他是自己已经有能力度自己了。不是没有能力自己可以度众生的，没了个道理，他自己能力智慧具足了，他自己不成佛，先度众生，后成佛道，四弘誓愿他做掉三条了，众生无边誓愿都得愿法了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断了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已经学了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个不要紧，慢慢的，我现在不成佛，他到这种地步啊，他可以啊。所以先度众生的后成佛道啊，决定不是说我烦恼也没断，法门也没学，后我就去度众生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，真没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定要晓得佛说的这个话是对什么人说的，佛说这些话对哪一个层次的人讲的，你要搞清楚搞明白，决定不是对我们初学，我们今天初学是一品烦恼都没断，我们哪有能力度众生。
所以这个要懂道理啊。可是我们虽没有能力啊，如果要是打着阿弥陀佛的旗号，我们也能度众生。我们也能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。所以在佛门里面称呼，这也是普通的一个常识。现在都乱了，现在人都不懂了。我们对某个出家人尊敬他，称他大师，这个不可以称的。你要晓得大师是什么人称的，佛才称大师啊。他没有成佛，你见了面说他是佛，那不叫骂人吗？是挖苦他吗？你看看自古以来这些出家人，诸位在中国历史上看看，皇帝的老师称国师，没有称大师的。参禅的称禅师，学教的称法师，连翻译经典的那都是修行正果的人了。我们在经上看到三藏法师，没有称大师的。这个一定要懂，这是常识。一般人随便说，那他不懂。我们不能怪他，我们学佛特别是出家弟子也要称呼错了，人家要笑你啊！这个笑你无知啊！这是看清你，如果更严重的你起了误会，你简直在骂人，你简直在挖苦人，你在讽刺人，这样就给人家结下冤仇了。所以这个称呼很重要，不可以称呼错了，这平常就小礼了。可是在习惯上呢，这个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，这在习惯上称的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净土宗祖师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称的大师，印光法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，文超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就印出来流通了，那个时候是印光法师文超，不是大师，印光法师文超，大师是以后人尊称他的，净土宗的祖师称法师称大师。为什么呢？他跟诸佛如来度众生没有两样，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啊，劝人念阿弥陀佛，他也劝人念阿弥陀佛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吧？所以能称大师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我们对经教一样也不通，烦恼也没断，法门也不知道，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，天天劝人念阿弥陀佛，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只有这个方法真度众生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如果不是劝人念阿弥陀佛，劝人搞别的法门，那个里头问题就大了。你很有可能
把路子指错了。很有可能呢，将人发生慧命的魔物，这个教学里头常说啊，误人子弟，你会耽误众生的，那个过失就很大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自己要认真努力修学，方便度生。方便度生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劝人念佛，劝人求生净土，劝人学无量寿经，学阿弥陀经，这个做法跟十方一切如来教化众生的没有两样，决定正确，无量功德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所以我们自己学经，学会一部无量寿经够了，其他的都不要学了。在这个世间无论到哪个地方，我就讲阿弥陀经，就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人家问我讲别的经，不会，没学过，不会，不丢人呐。这就是明白告诉大家，我是一门师父，我会也说不会，会讲也不讲，给这一个时代末法时代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我只会讲这部经，你们要喜欢听别的经吗？到别的道场去找别的法师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想搞六道轮回吧？你不想出三界吧？你想出三界，在我们的道场，我们道场决定出三界，决定做佛，决定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在一门深入。所以这是把这个普观事业简单跟诸位做一个提示，这四个字里面所含的境界深广无尽，我们要懂得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，知道自己生活环境，我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，这叫随缘，绝不勉强自己，勉强就很苦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干啊。初学讲经如果学得很勉强，学得很苦，我都劝他放弃，不要学。去念佛。你上台讲一个小时。初学的人这一个小时大概需要20个小时、30个小时准备。你这一个小时才能讲得出来，但是什么呢？这是初学，第一步进，是这个状况，用30个小时，到学第二步进呢，大概10个小时就够了，你有能力讲经啊。学第三步进呢，
大概你讲一个小时，准备一个小时就够了。到讲第四部经啊，你准备一个小时，应该可以讲两三个小时。到能够讲到六部七部的时候，你一天的准备应当可以讲一个星期，讲两个星期，只要预备一天，越讲越自在，你才快乐，才法喜充满了。如果经年累月的时候，你要用这么多时间去，不把人累死了啊，所以这个自己就明了，我有没有能力来学讲经啊？不过如果你要是学讲一部经，那是另当别论。我一生就讲这一部经，行。第一次准备是很辛苦，第二次拿着第一次的讲稿来再讲，那就很轻松了，那可以。这个就是所谓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啊！啊，总要知道自己的根性啊，知道自己生活环境，知道自己能力，选择自己的法门。我们修学真正的理。幕后这一位这一尊周边游览诸法身，这个名号啊，我们看了很羡慕啊。周边游览是什么呢？现在讲的观光旅游啊。哪一个人不喜欢观光旅游的？现在我们的观光旅游是也有很多条件的。第一个，你要有财力。你没有财力，你旅游有困难。第二个，你有时间。你不需要工作。如果一年到头都观光旅游，这个人大福报啊，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他有的是这个财力，有的是时间，天天去游山玩水啊，到处去观光旅游。我们今天观光旅游的范围还不能超越地球啊，局限在这个里面了。菩萨观光旅游啊，周边法界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他们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啊，没有障碍啊。这是告诉我成佛的好处啊！成佛之后了，条件通通具足，成了佛不需要工作了，不需要念书了，讲经说法称性而谈，不要准备了，哪有这么辛苦啊？不需要工作啊，一切供养现成的，应念而至啊！极乐世界，你看经上讲的四依，依就在前面。想吃，满桌都摆满菜了啊！念头一动啊，它都现成啊！不想吃了。这个菜马上就化成云烟没有了，不需要收拾碗盘再去洗涤，那个多麻烦了。
这是说明是成佛的好处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人居住这个宫殿七宝铸成的啊，居住的环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，里面一样拉杂东西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不需要啊。不像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又是柜子，又是箱子，又是橱子，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啊，累死人啊！那他们居住环境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洞洞，那住得多舒服啊！而且一切都是化现而成，不需要人工去制造啊。也无需设计，也无需去营造，都不需要。想到哪一个佛国度去观光旅游，这个念头才一动，人已经到达了。供养祝福，见到佛嘛，当然送点礼物嘛。礼物不要带啊。这一箱礼物，礼物已经在手上了，供佛了，不需要携带的。旅行，你看我们旅行要带行李，是多麻烦，他不需要带，而且速度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，应念而至。不仅如此，还能够化身，能够分身，同时可以化现千万亿身心呐，同时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他不是一尊佛去过，然后再到第二尊佛，那多耽误时间呢，同时去。供佛是修福，闻法是开慧。你每一天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供养祝福，听经闻法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到那个地方才行。我们现在不能干，现在干就大错特错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完成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就四弘誓愿，我们今天要实现前面两愿，法度众生的心，法断烦恼的愿，学法门成佛道，那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说。这样才圆满了，这样才能真正成就。就周遍游览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不要忘记，后面还有三个字，主方神，这个意义就殊胜。在上求下化当中，也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。一切众生最好的模范，这样才能够主导众生的修学。主导众生上求下化，那么这是这尊菩萨在此地表的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十位上首就介绍到此地。
如是等二位上师其数无量。他这个总结跟前面的标示前后相应，人数都是无量无边。幕后一句坦得，能以方便普放光明，恒照十方相续不绝。坦得的文字虽然不多，意思很圆满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注释里面提示我们，深智较广，无不隐射，这叫做普放，无时不放，所以叫恒。这个意思就给我们说，菩萨身语意三业，三业都是教化众生的，因为此地讲的是主方身，主导一方最重要就是教学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一个国家基本的建设，基本的基本是什么呢？是教学。佛知道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知道，《礼记》里面《学记》当中所说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第一个要建设的，你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全国的人民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没有人才，什么都不能办呐！人才是第一了。教导这个社会大众，明理最重要啊，守礼最重要啊，道理明白，人人能守法，你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啊，只要安定，决定就能繁荣啊。而后这个基本的建设啊，不外乎交通啊。那么现在讲交通，公路、铁路、港口，现在是机场，这是基础的建设。另外就是水利非常重要。第三个能源，今天讲的电力，你只要把这个做好，就开发了。世界各国这些资本家都会到你这个地方来投资，都会帮你来开发，你只要基础建设做得好。可是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基础，真正基础是教育。如果这个基础没有做好，其他三个都做了，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很难解决的问题。这是诸位看到现在这个社会，你都能看得到啊。以美国而论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，
他头痛的问题太多了，没法子解决。到底出在哪里呢？教育。美国今天只有高等科技的教育，它没有人文教育。过去社会安定靠宗教啊。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学生啊，只要你上学，学校里限定你一定要有宗教思想啊，你要有宗教信仰，不管你参加是哪一个宗教都好，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，老师对你就要特别关心了啊，认为你很可能出问题啊，所以只要一上学，老师就会一定劝导你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宗教啊，他们非常重视维系社会的安定，靠宗教的力量啊。现在科学发达了，问题来了，人登陆月球了，飞到太空了，于是乎大家对上帝怀疑了啊，对上帝信心一动摇了，那这个宗教就不能控制人的行为了，这个社会就开始乱了啊，他们现在找不出方法来挽救啊。人文的教育，佛教育，所以这个七十年代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，等于说对全世界宣布啊，21世纪，能够安定这个世界的，它是只有两种力量，一个是大乘佛法，一个是中国的孔孟学说。只有这两种力量可以能够挽救21世纪，出自于英国人之口啊。这个人有学问的，有远见的，很高明啊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当时他发表这个讲演，台湾这个书籍主教于斌参加这个会。所以于斌主教回到台湾之后提倡祭祖，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啊，天主教从来不拜祖先的啊。为什么这个于斌主教从欧洲回来之后啊要提倡祭祖啊？那么同时在没有多久之后啊，天主教的教皇啊颁发一个文件，要求全世界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，跟佛教对话啊，跟佛教交流，这他们主动提出来的，都是受到汤恩比这个演说的影响。那么可惜还有许多人没有重视他的说话。所以佛法叫教广啊，教学啊。这个度众生就是教学。我们身体力行啊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体力，佛法的教学是义务的，不讲求报酬啊，戒引广大的众生，这就叫放光啊。我们教学的愿心，教学的行为，永无中断，这就是恒放啊，相续不绝。
所以他才能主导一方，他才能够影响一个地区，影响一个时代，这在我们中国祖师大德那都是影响一个时代，影响一个地区，主方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